建案基台大直施工不慎，造成邻近房屋倾斜倒塌。董事长陈世民时隔多天，今天是召开记者会道歉，宣布请辞。总经理冯先勉预估未来受灾的25户重建成本大约2.45亿，重申没有脱产的必要。至于被质疑利用慰问的机会夹带合建意向书是趁火打劫，冯先勉表示，超过70%住户表达有意愿。后续由市府主导协调。不过有立委质疑，建案中的监造人曾担任过台北市建管处的科员，有无内神通外鬼，涉及包庇，必须要彻查清楚。我为了要负起，因为公司是这案子起造人，所以我基于这个责任，我宣布辞去基泰建设董事长一职，所有责任就我一个人来负担。镜头前多次鞠躬，因为自家建案施工不当，害得附近民宅倒塌。基泰建设董事长陈世民从7号事发后一度失联，拖了好几天，终于在10号出面致歉，宣布辞职。那他去现场吗？不知道神隐了4天都在做什么啊？我想立委说，其实你们好像我们神在护，是有这样的状况吗？所有你的事情应该找到真正的专业的团队去回应哈，会给你们具体的回应，好不好？把话说完后马上快闪离开。对于媒体追问，基泰董座没有正面回答，但基泰大直工程缺漏让邻近住户超过400人有家归不得，更爆出发放合建意向书规避赔偿责任。基泰建设驳斥指控，承诺成立1亿元信托安置受灾户。这个灾损来讲，到目前为止它最大的控制的成本，那个可能损失不会到3亿。公司目前的那个存款跟现金余额就有38亿。他以1坪25万的这个原则上的建造费，那估出来的才是那个将近2亿5。但我告诉他说，现在的法规最起码一定有地下室、有停车场，这一个造价的部分我们会作为一个处理。关键的赔偿问题，基泰建设表示，无论安置或重建都能负担，并重申不会脱产。但不止资金链引发讨论，早在8个月前，有住户声称曾反映房屋有问题没能妥善解决，就有立委爆料，基泰背后似乎有台北市府当靠山。是不是因为朝中有人，是不是因为关系特别好，所以在整个民众投诉陈情的过程中，市府完全置之不理。那我想这个连我都不认识他了，这个没有所谓的民审，如果假设待过的那状况就叫民审，那我往后可能做民审做最多。除了董事长陈世民曾经是马政府时期都市计划委员，这回出事建案设计兼监造人王德生还是前北市建管处科员，被质疑有内神通外鬼。副市长李思川反驳门神护航，基泰总经理则否认跟他们建案有关系，声称8个月前还没开始动工。整起事件因为基泰工地施工不当造成零损，当务之急除了要解决赔偿及安置，后续也要就责案件有没有涉及不法，将交由检方调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